会诊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叶子，会诊呢，走吧。我们是不是靠太近了？到到。哎呦，好劲儿！这真是开胃。患者刘露，主因闭气进行性加重两年，坐单呼吸12小时，意识丧失半小时入院，半小时前出现心脏骤停，幸运的是抢救过来了，现在生命体征平稳。目前患者心功能极差，且原发病不可逆，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尽早心脏移植。哦，对了，患者怀有身孕，大约10周左右，目前考虑诊断扩张型心肌病。左心衰，心功能四级，心律失常，合并妊娠。虽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，但随时有可能猝死。从我们心内科角度来看，患者不适合继续妊娠。我们同意心内科的意见，以目前患者的情况，我们不建议继续妊娠，应该尽快手术终止妊娠。但即便是终止手术，也存在手术禁忌，手术的风险非常高。头疼长3.5公分，大约10周左右。来，纸巾。医生，我一定要做流产吗？尽快吧，现在做的话还可以做电气人流，再耽误下去的话只能做乾卦了。医生，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保住我肚子里这个孩子啊？你现在的心功能呢，恶化得非常的快，如果继续妊娠的话，不但保不住孩子，你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。可是我能怀上这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啊。这样吧，医生，让孩子多在我的肚子里待一段时间，等他长大了再把他拿出来，这样行吗？你等不到那个时候了，孕期血容量平均增加1500毫升，随着孕周增加，你的心脏潜负荷也在增加，心衰症状逐步加重，甚至随时可能猝死。我想告诉你们，你的情况非常的严重。照你这么说，像我这种身体状况根本就没办法孕育孩子啊。这一次可能真的不行。你不知道，我们之前已经被判不孕不育了，我能怀上这个孩子他已经是个奇迹了，他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求求你，你想想办法帮我保住他好吗？终止妊娠吧，赶紧签字。医生，能帮我拍一张宝宝的照片吗？当然。真的很累。医生，我太太做完移植手术后还能够要孩子吗？那就要看手术后的具体情况了。现在问题的关键呢，不在于孩子，是要怎么保住大家的命。如果不尽快做移植手术的话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尽快做决定吧。最新八卦要不要听啊？我想去看看他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见了他
该怎么面对他。是因为心中还有爱吧？爱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样算爱？爱呀，我认为爱一个人应该是时时刻刻的想着他，念着他，守在他身边，为他遮风挡雨，让他快乐。爱是要让一个人快乐，可是当过去快乐和痛苦的回忆都纠缠着你，这还算爱吗？可总是逃避不是办法，唯有面对，只有你面对了，你就会知道你爱还是不爱。我看得出来他还是非常爱你的。马铃薯发芽导致食物中毒，对我们医生来讲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，他那么处心积虑的，还不是想为了见你？他为什么要见我？我也不知道。一个男人可以为你奋不顾身付出一切，应该有别的原因吧。送来的那个病人呢？啊，他已经转去病房了。您是？查房。哦，好。他睡着了吗？睡着了。是这样开始着一个人的晚餐，只好这样习惯的把寂寞去盛满，思绪倒入回忆里，在心中不停的搅拌，爱像虚杯的咖啡，又浓转为淡。哎呦，曾经我们彼此凝望着，深情款款。现在我们有时候还会沉默伤感，也该明白你我的过往，就像昨天错过的航班。有些无奈的我还能够故作坦然，曾经我们相信的爱情太过。我儿子叫陶腾，你怎么就找不着呢？啊，你再仔细找找，你们怎么是这样呢？明明他们说送到你们医院，你怎么就找不着呢？快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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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再找不着我就找你们领导去。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说陶腾出事了，监狱打电话来说送到你们医院来了。他怎么样啊？他，你别着急，他已经从抢救室出来了，应该没什么事儿了。真的，他没事，你看到他了，你还关心着他，你还爱着他是吗？妈，我就是碰巧路过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病。碰巧路过，你就这么绝情，你就这么狠心啊？那你是不是为了那些男人，是不是为了他你才这么狠心的，对不对？妈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不管，你跟我去见他吧。我妈，你听我说，离婚是陶腾他提的。
孩子，也是他不想要的。林亦菲的事情你也听说了，难道你还会认为他会因为我而想不开吗？堂堂他应该没事了，我去忙了。老天爷还嫌你受的罪不够吗？妈，没事的，我过两天就好了。好，你可千万别好，你要一好了，他马上给你带到监狱去。你别好，你千万别好，你就在医院里，妈还能天天看着你。那个，你要是回到了监狱，那个妈想见你一次，至少得等上一个星期。你造的是哪门子的孽呀？妈，那个叶子他还好吗？你还想着他呢？真要想着他，你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现在跟别人黏黏糊糊的。你说这孩子生下来会不会管别人叫爸爸了？不可能，叶子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他不是，那你自己呢？妈就是不信你会做出那种事情来。现在好了，抢救他都不来看看你，他明明知道你在这儿，他怎么那么狠心呢？他妈，除非叶子他亲口跟我说才行，我还有很多话我要亲口对他说。如果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想以后好好照顾他们。傻儿子，你脑子秀逗了你。杨医生，活检报告出来了，怎样？癌症，宫颈癌，宫颈早期浸润癌，需要切除子宫口。杨医生，这是谁的报告单啊？我看上面没有写名。如果没有什么异常情况的话，你应该在妊娠中期每月检查一次，在孕晚期每周检查一次。我一病人来，都给我疏忽了。波波，哎，有事吗？有事啊，你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跟我来！别跑！你过来呀！过来把药吃了！你再过来呀！听话！你给我来一个无尽！把药吃了，听到没有？我再扣你！大哥，妹，把你谁带来了？伯伯，你来了！你干嘛呢？把衣服穿上！不要！别胡闹啊！我要听弟妹的。好，来了，我来穿。坐下，乖。谁都剪的补。军哥，你小子捂得够严实的。女朋友都有了，连我这老同学都瞒着。要不是任梦洁经常过来照顾大哥，我还真不知道她就是你女朋友。什么？经常？还给我装傻！多亏人家梦洁细心的照顾大哥，这病情才康复得快啊。梦洁，哎，麻烦你了。好，大哥，吃药啦，乖啊。波波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你瞒谁也不应该瞒着我呀，你怕我嫌弃大哥啊？是吧，大哥？弟妹最好了。哎，老大不小了啊，既然定下来了，就抓紧结婚。对，抓紧结婚吧。Give me five。胡闹，谁给你 give me five？ 你。行了 ，give me five。Give me five。好好照顾一下啊。大哥起来了。具体情况你也不清楚，别乱点鸳鸯谱。你哥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医院，而是要有个家，家对他才是最好的照顾。所以你听我的，抓紧结婚啊！有个女人帮你，对他有个照应啊！你说的轻巧点。你真的打算永远一个人扛着吗？我会把大哥当亲人一样看待的。梦洁。
你知道吗？我哥是精神病患者，先天的，可能永远都无法像正常人去生活。我需要照顾他一辈子的。我愿意帮你照顾他一辈子啊。一辈子，有那么容易的事吗？我从来也没想过，这会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就像你要开口拒绝一个爱你的、愿意为你付出的一切的女人一样，也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我真的不会在意你有一个这样的哥哥。我在意梦姐，你很漂亮，你也很聪明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。你这是在拒绝我吗？我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我也不会勉强你的感情。我承认开始我是因为你才去照顾大哥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我发现跟大哥在一起真的好开心。我从小就渴望有一个哥哥，大哥他特别善良，在不知不觉中我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了。所以即使你要拒绝我，也请你瞒着大哥，我不想看见他伤心的样子。孩子他妈不是你的，是畜生的吗？文倩，不要惹我生气。你马上到医院过来，我要手术费，手术费。我不想跟你讲了。为什么要堕胎呢？能怀上孩子，这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！老婆，咱们以后领养一个孩子。老公，你看，不知道他长大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老公，你是那个心脏病患者吧？我之前了解过你的病情，趁你现在孕周还少，尽快手术吧，这样才能保住大人的命。你是说，为了保住我自己的性命，就去伤害我肚子里的宝宝吗？可是如果孩子还留着，你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他出生的那一天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忍心去伤害这个宝宝吗？母体优先，只有妈妈健康了，肚子的宝宝才能是健康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当过母亲，你理解不了一个母亲的心情，这样的决定不是那么容易下的。感情不能战胜疾病，虽然很多选择会很残酷，但是我们不得不理性的面对。这有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当妈妈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谢谢。那个，你给我做 B 超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我宫颈有问题？没有啊。我上次做完妇科检查之后，有接触性阴道出血，不知道是不是宫颈的问题。你给我做个活检吧。
叶子，如果说我建议你把肚子里孩子处理掉，可以吗？你说什么？把孩子处理掉？你疯了！听我的。等一下，你用了处理掉，而不是引产，是不是我的宫颈真的出了问题？没有，你别想多了。那不管发生什么问题，我都请你收回这个处。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一下。我告诉你，既然我决定留下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再伤害他。我不会，别人也不是。你好，我是杨俊波。久仰。我这里有份报告，你帮我看一下吧。杨主任不会看不懂报告吧？在检查的时候呢，发现宫颈上有一小赘生物，长1厘米，发现不妥，就取了个宫颈刮片。我不明白杨主任是什么意思。你是优秀的妇产科医生，我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看 B 超，孩子快14周了吧，患者是宫颈癌，应该是1B1期，这种情况现在在世界上争议非常大，我个人建议连子宫一起拿出，当然每一个医师有每一个医师的做法。杨主任，你建议患者继续妊娠吗？如果成功的话，这对任雅，对杨医生你，这将是一次殊荣。陶医生是优秀的妇产科医生，但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问我？我没资格，但作为男人，我看不上你。你承诺过给女人幸福，你做到了吗？你让叶子的出现有多尴尬，你想过没有？你有没有想过她的感受？她不肯见我，却让你来替她出头的吗？看来你真的不了解你的妻子。杨主任好。陶登情况不好，去看看他吧。最近好吗？你是医生，你不可能那么轻易的食物中毒。为什么？为了见你，叶子，把孩子当掉吧。费尽心思的见我，就是为了说这句话吗？是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要不要孩子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叶子，叶子，你听我说，杨俊波来找过我，他说你的 TCT 是